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站在祖先和亲人的坟前，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又将去向何处。你来自父母，父母来自祖父母，祖祖辈辈总会有根，总归有缘。这就是融入血脉中的眷恋，是我们的来处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生者寻根，叶落归根，有人烟处，必有血脉传承。所以清明节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感恩节。清明时节，清是什么？明又是什么？清是清廉、清净、清白，明是明理、明事、明法。清白之人，自有清风拂面涤心，自有明月皎洁般的真善美。清爽做人，清白做事，足矣。岂能事事如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不管是谁，多么伟大，这世间终将忘记你的存在。风雨梨花寒食过，几家坟上子孙来。这样一想，很多事情就淡然。